现在是晚上11点多了哦，这里人还是很多。泡面捐赠机，黑水公，我们如果拿太多泡面来，我们就是捐给庙，然后庙就给其他人吃，大家吃免费的东西。分享啊，这算是一种泡面共享的概念，泡面共享。他摊贩变得很多哎，这跟3年前真的差很多。3年前只有一摊，哦，越玩越热闹。哎、欸，这一摊卖几箱啊？大笔财富大赚钱。你买几箱吗？你讲要买几箱吗？系啊。好吧。170，不是吗？很诱惑呢，不知道去哪里付钱就不用付钱。哦，是在这里。我再买250，一样的。250。跟他讲啊。我好怀念哦。哇。看这位的啊，这怎么在拐吗？人拢一张的，然后第一碗出来做球。你安后来无看嘛？做新的啊，这大盘。未做新的摆盘的。对啊。哎，我讲，哎，今。安尼有特别差吗？一旦还扔个筷子，一旦我扔筷子。好。靠。这看我位啊。哦，被绑的。你这是去我那子修的。这种看有，啊，那摄影机蛮好看。我现在看伊迄个巴西的当几比几？谁是世运总冠军？看我恁袂输哩，因为是你眼睛有问题。对，照不到啊。我的呢？要拉一个距离啊。我的呢？你在电我吧？特别是我们嘉义蜜酱卤味德明店的董事长。这次深夜特地上来求财，来行的，很久以前立新功。是真的很想看到吗？它要贴很近。它换另一只，它有另一只。它要贴很近。大什么？BCH。那你这样。你可以播卡牌位啊。收好 ，BCH。我记得3年前我来好像才订阅才多少，好像是个位数万，所以这一路走来我真的要感谢很多神明，只是因为去的庙太多了，感谢不完。所以这次特别有这个机会再上来这边，好好谢谢他，我们再就地重游一趟。三年真的是很久一段时间。所以我看到这边变得越来越繁华，店家越来越多，然后里面设备也越来越先进。现在那个热水好像是新装的。现在是晚上11点多了哦，这里人还是很多。泡面捐赠区，黑水公，我们如果拿太多泡面来，我们就是捐给庙，然后庙就给其他人吃，大家吃免费的东西。分享啊，这算是一种泡面共享的概念，泡面共享。我较早来，伊刚来那两个柜子呀，他说那两个柜子无食哟。我这三年发展了袂歹。3年前来就只有那两个柜子，现在到处都是泡面。我们还是决定吃刚刚自己买上来的。你们知道为什么这边叫泡面土地公？一家看到做偏僻的啦，哎，你不要拜拜，不要求财，无物件食，啊，炸泡面起来，想拜拜了这样子啊，真的啦，应该有下。久了之后就这个传统，就是要带泡面来，然后拜土地公，拜完之后就拿来吃。那你们有发现吗？在这边吃泡面特别好吃。超好吃的，这种气氛的感觉，对不对，阿爸？大家一起吃，超好吃。现在这里还有那个厨余回收桶，哎呀，喂，你可以要不？加个碗，加个碗，加个碗，加大，加大。越玩越热闹，我看到好多很认真的学生在桌子上那边算数学，好认真，三更半夜在这边上数学课。高兴，有看无？超厉害！有没有看到那个金阿公那个那边那个金牌？那个金牌一面比一面大，好兴啊兴啊！嘿，推荐大家，暗时啊困袂去，来中寮石龙公家来拜一下土地公，晚上求财才厉害，好不好？嘿。
哎，土地公比较有空。